学长的分享，我还挺期待的，应该让他们也来听听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发信息跟他们说。嗯，坐这儿吧。好。那你现在赶紧给他们发信息。嗯，发个信问一下。桑桑，我在这儿有点看不清黑板，我去前面走。走啊！怎么了？桑，这旁边的男生是谁啊？男朋友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今天要听分享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去打听了一下时间地点。你今天不用上班的，调休。所以你要陪我一起听？什么叫陪你一起啊？这是刚好偶遇。嗯，偶遇。你一个大学毕业快两年的人偶遇我这个大一新生，还穿成这样，年轻啊。嗯，还不错。那以后我都这么穿。看干嘛？要不装睡好了。啊，突然好困。我还没开始，我先睡会儿。哎，怎么我一来你就犯困？嗯，不是，你不来的话我也是困的。嗯，那你睡吧。装睡的小朋友。